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程毅。别再执着了，下载优酷国际版 APP 看《沉香如屑》吧，用你们的语言打开《沉香如屑》，和我一起沉浸式追剧吧。这次换我来保护你们，走！快回来！这鼎炼了万年仙丹，克制一切水火，能破上神仙房，不好对付。这伟帝还真瞧得起我们，居然为我们定制了法器。再这样下去，众神一旦损毁，将会四分五裂。云娜，严丹。这次换我来保护你们，走！快回来！我们必须掉头回去。来不及了，天兵抓走了严丹，会立刻回去复命。我早就看你有问题，我就应该杀了你。若不是你引来追兵，严丹也不可能被抓走。如果能由我自己换回的，我一定头也不回地跳下去。云墨，你现在杀了他也于事无补。醒了，早就听说严丹姑娘的奇艺冠绝三界，今日终于有机会和你对弈了。这是应渊兵书上的最后一局，你想利用我破了此局，来防范应渊的调兵布阵，对吗？行吧，如果你不下或者故意下错，天雷便会劈于你身，连续三次下错，棋局自会重设，困局不解，天雷不止。以你的道行，撑不过百刀天雷。还请你记住了，你今日的所作所为，恶有恶报，早晚会受到天谴的。可能要让你失望了。现在吾已在宫中备好了茶水，等着应渊过来，欣赏他的挚爱遭受痛苦。当年他的父亲为了一个染青，致使修罗灭族。今日，吾便以你的命，断送他的一生。快哉，快哉！